叫你加嘴。上课要开始的时阵哈，我先来发这个结业证书。结业证书是按明仔才会当发啦。不过呢，咱高级班哈有这个结业证书，啊，结业证书呢有分做两种，一种是参议院的结业证书，另外一种是叫做迄个行政训练班的结业证书。啊，所以我因为我唔知影讲你是到底是行政班还是参议员班。所以呢，我来请班长哈，我们的永远的班长志宏兄来，啊你哈，你来个发啦哈，啊你家己，我先问啊，参议员班的青年，请你举手啊，伊若得分的时吼，啊你就甲分互伊。啊，我想来分这个参议员班呢，内底是空白，你爱家己填你的名，啊英文名，啊你第几期的，啊你若不要填名啦，不要紧，楼卡吼。有一个张扬生吼，字嘛真水，啊嘛是流美的，啊你家拜托，爱家你填嘞，填好以后爱交转来这里啊做咱的迄个办事处吼，填好会交转来。我想来要互你家己填哩啦，因为真简单嘛，啊填唔对你家己负责。啊那啊无你即摆我若甲填唔对吼，哇哇你家己加一话减一话，你拢会讲话，啊你家己去填，安尼好冇？欸，较有精神的，透早起尔，就咧无精神，好莫啦。新的啥？新的朋友什么意思？刚上课我有讲过吼，刚上课你可以先填，但是你要等你的初级班吼普训以后吼，才会分予你啦。这种一定的程序吼，这不是我规定的吼，美国那边 USMG 这边规定的吼，一定要照规矩来。当然啦，哈，我如前我有讲过，有个人是安那，先来高级班，啊，只是初迄个普通班，迄初级班哈，迄当颠倒头行。来，咱来会发较紧的吼，我要开始上课啊。这个张哈，张这个，我有甲大家报告讲，日本的参议院哈，一个亚麻塔尼参议员哈，伊伫这个质询第43号哈，甲提出质询呐。伊个质询吼，伫昨暗吼，日本政府已经有答复啊，啊东京都嘛有答复。日本的政府安怎答复呢？伊讲日本政府同款的答复，就是讲日本的政府是放弃台湾的 right 权利 title 所有权，甲这个 claim 甲主张。这句话，伊到今日伊讲没有改变，无改变的意思是啥？就是讲伊敢若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啊，但是无放弃台湾的主权。所以今日台湾的主权要伫上下，日本政府放弃，但是主权伫上下天皇。所以日本政府我甲你保证，搁免偌久，日本就会宣布讲，日本。对台湾的所有权还阁定伫日本天皇的手头，是安怎？因为美国的官方已经向咱表示甲真清楚啊，所以东京都的市长啊，久原啊，石原慎太郎啊，伊讲为4月份开始，日本的教科书拢要甲讲，台湾无幸福中国。日本政府敢那放弃管辖权，你爱欢喜才对嘞，透早起就无精神了。啊，所以吼，咱民政府啊，这两天呢，要写一张批，正式的批啊，甲日本的九原，甲这个参议员吼，该多谢，而且呢，该鼓励，你讲好冇？好，来。继续，我要讲一半。中国人对咱台湾的控制，你知影伊用啥物布无？马英九，伊是中国人，伊伫深圳出生。马英九的身份
实际上伊是美国的绿卡。伊美国的绿卡，伊是安怎摕？我会当互你知影。这毋是我讲的，是美国的 CIA 啊。因为咱个告，我告卖研究，我讲伊有美国的公民啊。啊是安怎？奈你美国拢掂掂？啊美国呢？迄当阵有甲我答复，当时呢 CIA 有派人来台湾啊，和我面对面讲。伊讲你卖个告，我甲你讲实在话。伊讲伫理论上，伫法律上，马英九的名，这三字的名，现主席啊，今日咯，还阁伫美国内底啊。伊是安怎走这个法律的迄个啊做漏洞呢？马英九坐汽车为美国坐去到加拿大的多伦多，为多伦多，当然多伦多是美迄、那个加拿大啊，为多伦多啊。来离境离开遐，倒来伫台湾。安尼，伊马英九这三字，伫法律上还阁留伫底，还伫美国啊。所以斯图文啊，唔斯图文，迄、那个顶过迄个日本的美国的在台协会，迄、那个理事长啊，处长啊，伊讲啥？伊讲啊，就是迄个 Stephen Yang 啊，杨淑丽啊，伊讲吼。马英九的身份非常复杂，其实不复杂啦。伊甲什么人同款？甲李青安同款。李青安摕美国的国籍，伊嘛迄当阵伊安那摕着美国国籍，伊嘛那同款，甲马英九同款。因全坐车，坐汽车，因为坐汽车呢，经过迄个海关的时阵啊，迄、那个关卡的时阵啊，唔免，干那免戴印啊，含戴印啊都免。因为我捌去嘛，我捌伫迄个美国吼，直接要去加拿大吼，直接经过迄个海关吼，无甲你检查，车嘛无检查，对，咱直接去。啊，为多伦多呢，伊才坐飞机转来。啊，所以理论上吼，伊的名还佫留伫底，留伫美国内底。啊，因为伊绿卡吼，两年半佫加一天，对，咱马上变成美国的公民。所以李庆安就是安尼，伊变成美国的公民。所以美国落尾啊，因为李庆安。你迄李焕英啊，吐迄个杨淑丽啊，伊讲吼，杨淑丽要把他驱逐出境。啊，杨淑丽讲，哎、啊，你好大胆啊！台湾是我的占领地，你要把他驱逐出境，是要把你驱逐出境，还是我把你驱逐出境？伊才甲公布伊的公民的身份啊。一个公布呢，啊，未想煞的，因为伊中华民国的法律就是讲，未当有双重国籍啊。啊，因此伊的立法委员去予取消掉的。啊，即摆取消掉以后。本来讲伊个领个薪水1.1亿啊，即几年做呢，因为伊有美国个公民啊，伊袂当做公务人员啊。啊伊个法律竟然甲判伊无代志免刑呢。所以你啊看中华民国即个法律吼，因兜定个呢，伊若要哪改，伊讲个拢有理啦。所以吼，后摆咱民政府一日接到政权，第一个废掉啥？司法啦，咱家己民政府家己来。啊！若照因的司法吼，那因拄着代志拢没有事啦。啊！若台湾人拄着代志拢有代志啦。你甲看吼，陈水扁，你敢知影陈水扁伊即边破病吼，即摆一个查吼，陈水扁逐工伫食药啊，什么药啊？你知毋知？有一粒消药啊，有内底有掺一粒消药啊，逐工好食呢，好好人伫食消药啊呢。啊，所以嘛，即摆伫迄个立法院开始伫甲问啊，因遐立军甲问讲，啊，陈水扁好好人，你若逐工你要食一粒消药啊，莫怪吼，莫怪，前礼拜吼，谣传讲陈水扁哦起痟，逐工食消药绝对起痟的啊，啊，所以你啊看吼，伊台湾人。因为你台湾人做流氓的中国人的这个总统啊，因才挡会掉，因绝对挡袂掉的。所以刷落去，李登辉唔通靠靠呢？李登辉是好加在伊年纪太大咧，啊那无哦，李登辉照常好抓伊关啊。所以蔡英文好高明呢，伊选无掉，伊若掉，我甲你保证，用那四年刷，我那爱入去啦。你想，你是占领，予伊占领的人，咱台湾人是予伊中国人占领，
占领以后，伊才温尊讲你皇帝比占领的人来做伊的顶头上司。你敢若安尼想，你就足清楚啊嘛。啊，就中国人要来统治咱，大圣伊甲你讲哦，恁甲我同款嘛是中国人呢。伊讲几啊百年前、几啊千年前是为中国过来呢。我有一篇文章叫做《史前台湾》啊，你有去看无？伫咱的网站啊，《史前台湾》你查看麦啊。真正有历史的以前，荷兰人，迄、那个1624年来台湾的以前，你知影迄个以前什么人先来台湾？日本人呢？日本人来的人含这个也做中国人来，是日本人较济呢。哎，啥你后壁甲你讲啊？你所以你今日所看这历史拢假，拢是伊制作的。啊，若要验 DNA 啊，咱台湾人的 DNA 拢是原住民，拢是原住民啊。不管讲你即摆有14个族，无管你啥物族啊，是平埔族也好啦，大部分拢是原住民啊。真真正正，即个血统内底是伊中国中原这边过来啊，无者啥物时阵台湾即块土地的人。中国人较济，是1949年迄个时阵啊，伊做一摆啊，280,000啊。迄、那个以前啊，是算会出来的。啊，即摆伊是用占领军的心态来伫统治咱台湾，伊认为咱是贱书啊。问题是台湾人啊，无承认讲咱是贱书啦，才会惊伊遐独派，有即种的心态。更败就讲八年抗战，咱拍赢。咱太有建议啊！你去问你的老爸、老母还是阿公阿嬤，甲问看卖啊！咱是建议啊，建书，建书，你会承认吗？你若无承认，我你是建书。啊，那安尼哦，你的地位无法度恢复了，绝对无法度恢复的。啊，那无法度恢复，啊那就一世人、后世人，你的子子孙孙永远都做中国来奴隶。今中国人伫甲咱奴隶，卖伊就是伫甲咱奴隶咧。你看不出来啊？安怎看不出来？你敢若讲老人年金就好，做农的3000块，老吴啊16000块，这敢应当的？老吴来台湾，伊都配厝好大，讲伊是眷村，眷村哎，眷村啊，配厝好大，啊配厝好大，规年就搁啊起个新新新，啊伊若欢喜会当买。你台湾人当时有这款的态度，啊，台湾人未晓去想啊，家己防欺负，家己你受着委屈，家己唔知啊。你缴的税金，你唔通讲你缴税金，你是缴国税局缴的，安尼无代志呢？遐钱拢走去对，你嘛唔知啊。这钱拢是伫饲遐中国人。我今日讲的100%拢是有证据，我未乌白讲话，所以你甲看。你台湾人要做伊中国人的统治者，你绝对会出代志。现主席马英九的内阁内底70%以上拢是中国人，有几个台湾人嘛？你算我看嘛？敢若算互你看，你敢知影有几个样板互你看啦？你其中啊，李登辉就是样板之一啦。伊那要互李登辉做，伊无后代嘛？李登辉不没有后代嘛？伊个迄个独子啊，已经过身去嘛，所以伊没有后代，伊要何伊做啊？那有后代啊，所以这个蒋经国是非常厉害，伊伫苏联留下个，共产主义拢伫个头壳内底啊。今日美国上界惊是惊啥？惊咱台湾有一天变做共产国家。摕美国的护照，你知影要领迄本护照的时阵，拢叫你安那宣誓，还是讲你要有迄绿卡要变做公民的时候，你让他宣誓，讲你毋是共产主义的人。美国真讨厌，无可能啊！啊，你台湾若可以行做未来的一种未来的中国，今日的中国要去是讲共产主义啊！共产主义是啥？财产。袂当登记伫你个人呢，所以你台商去，甲上尾啊啦，绝对死，绝对吐去啦。
这都一个事实啊。马英九迄当阵是用保送入来台湾，伊即马伫做种统治者，伊即马伊偌敖统治，过四年伊都爱落台，对不对？啊，过过咧，啊，变无啊，伊开始开放啥？中国囡仔来台湾，赶快免考试呢，甲伊迄条路就要过来就对啊。为高中开始，迄高中嘛是开放，予伊去读啊。建中、北一女，即马建中甲北一女，即马开始有免试呢，免考试啊，免考试，啥物人伫免考试？遐中国人伫免考试，予伊入去啊。啊，即马建中读台，去读台大，保送阁去读台大，安尼出来甲你讲吼，伊台大毕业，足优秀诶。我甲你讲，马英九。以这个求学的过程，伊真正有优秀吗？迄当阵啊，我会记头一摆你选的时阵哦，啊未选，我刚刚看伊出来伫行啊，我讲啊嗨啊，伊绝对屌。马英九啊，有一摆我伫坐高铁伫个车头啊，啊嘛附我边啊嘛对足侪人啊，查某囡仔看到叽叽叫啊，我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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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讲烟斗啦。啊，烟斗会使食饭吗？饭桶爱做烟斗是要怎啊？啊，裤是愈穿愈短。伊讲伊伫慢跑啊，无想到讲伊裤愈短，讲票愈悬啊。你知影头一摆伊赢遐济啊，赢两百几万票啊。照统计啊，妇女的票吼，听讲占差不多一半以上呢。我看我们在座的妇女同胞，我不是说你投给他，但那当时你也会迷惑啊，有什么，那那当时台湾人看比较高义啊，他真的，那种型就比较烟斗型啊，马面啊，面长长啊，啊，我现在知道，女生比较喜欢马面型。要受台湾去哦，现在马面出一个吼，妥妥呢。啊，这边的选举是咱这个蔡英文吼袂放屁的，十月十日去宣布中华民国就是台湾，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美国一个听惊一条啊，美国讲哎、欸，台湾政府是我美国才会使讲，我占领这才能当讲啊，你哪会当讲？安尼有台独的思想。美国若真正要帮忙蔡英文哦，蔡英文一条无，一条，要安怎调？你敢知啊？你敢知？伊全台湾有两千名的 CIA 啊 ，CIA 动员出来，卖予伊买票，爱就调啊嘛。迄阵咪讲气势足好诶，气势真好诶时阵，伊甲我讲，伫咱个忘年会迄天，我宣布八十万票会输。迄阵我宣布八十万票，咱在座嘛是忘年会嘛是拢有来啊。我相信我伫宣布八十万的时阵哦，李前吼，迄个嘴只咪个咪个，迄秘书长恶白讲啊。听讲路伫车顶要转去厝个，伫车顶拢伫讲，秘书长啥咧恶白讲吼，这边伊已经漏开，票开在安怎？我无漏开啊，八十万票，拄拄好八十万票了，才阁落落来呢。你有看吗？所以你甲看吼、哦，咱规个台湾是美国已经全面掌控，含日本这边参议会、参议院啊，议员提出来讲这个代志，我认为是啊啦。当然啦，咱民政府甲遐议员啊开始写批，互因讲，有真有功劳啦。但是呢，那阵是毋是美国哦？在后面给我们支撑、哦、我们也没办法了。美国不是只有支撑而已，去年的11月30日，美日军事同盟邀请我们去参加开会，派六个人。你们都有看相片？有啊，你们有看相片吗？那中那个第七舰队的司令有啊，拍回来吼、哦，也很多人不爱相信的，靠可能。那个相片我拿对那个中那个
中迄有够小较生迄臭头啊无？有啊，有生无？吼，有啦吼，有生啦吼。啊，喙须阁留迄款型，蒋介石嘛差不多安尼啦。蒋介石真面目啊，咱真少看啦。你唔通，你莫相信遐中国个相片啦。你是马英九嘛是同款啊？你阁是伊缘投啊？拜托，伊甲我同年呢，伊嘛已经老啊呢，拜托。老马啦，什么的小马？哎，我嘛是算老人啦吼。哦，小林，多谢吼。这是第七舰队的司令呢。第七舰队是防卫台湾的。第七舰队的时阵，你知影那个正平，这个你捌看啦吼。啊，无你讲啊，这那代表民进会，这人是啥物人？你捌看无？这啥物人？你知无？退上对，迄说退上，有啊，伫只咧徛，伫只行来行，你甲你翕相迄个，那个财务大臣啊，桌边迄个少年啊，迄啥物人？咱个第十五届个学员啊，啊，因为咱要派伊去吼，啊，拢军人呢，啊，佮另外一个是咱个。台中市委首长啊，郑州长。啊，郑州长伊要去的时候，我哎，啊，人遐拢将军呢。啊，你的官阶边啊，我听到啊啦，我安尼啦，你上校啦。啊，这里边啊，这少年啊，上校不行嘛，我安尼啦，少校啦。哦，欢喜个。跳几下级，伊个无法度啊！所以我甲你讲，即款个情，你想讲恁咱在做啦？恁今日参加，若派去做行政官个时阵啊，嘛是爱甲你泼墨啊，爱甲你升级啊！你只请着做部长啊！你在讲哦，我来当做部长是真个假的？咱若讲是就是啊啦！啊，大家拢无自信嘞，台湾人足高野嘞，啊，我无能力啦。后摆人讲吼，你有能力，你安怎讲？你爱安怎讲？谢谢，安就好啊。会晓无？逐摆拢系遐中国死中国阿娘，伊都明明小学毕业，看无字，伊都去做校长呢。啊，你拢唔知影吗？我恁知影，啊，所以恁家己对家己安怎爱有自信呐？我讲你是部长，你就是部长，谢谢。谢谢两个两字，这简单你不要讲诶。后摆人若搁讲哦，你唔通千万唔通讲，我、哦、啊我能力无好。你若讲能力无好，我就真正甲你编起来。我甲你讲，你讲我能力真好，小学毕业嘛无要紧。中国啊来台湾，小学毕业甚至唔捌字诶，做校长，岂有此理啊！有影，这种事实诶嘛，所以少校。啊，搁一个上校，啊，但是转来甲我讲吼，报告秘书长，参加在迄个会吼，拢是星星呢，上校上势呢，我讲诶，拜托，你上校已经真好，你只少年的上校可以的啦，我讲啊，无你懂得要做少将呢，我袂使啦，上校就好啊，咱诶迄个黑熊总队吼。本来是一个月要去，现在延到这个做五月份了、啊、因为四月份日本的自卫队陆海空啊访问团啊要来咱这开会，这你们大家头一次知道越来越趣味呢。现在日本政府出来说啊，东京也出来说啊，我日本当时最近的和平条约，我没有将台湾交给中国，我跟他放弃管辖权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剧本是我在写的，因为，嘿，这个差不多呢吼，啊，你跟他听尔吼，爱有反应呢。想让我在写，我是完全照法律啊。咱这期结束了。我要搁再写一摆南海的代志，我要写再论南海，甲讲个搁较清，因为
写写了吼，写落去讲了对，奥巴马讲唔对呀。奥巴马伊讲迄个南海啊，是用地理观呐、啊，用地理上呐、啊。我你读个派，奥巴马你读个派，应该用啥法理啦？咱台湾呐、啊，伫1939年呢3月31号，迄个时阵外务省吼都宣布讲吼、哦，南海是无人岛，将南海西沙跟南沙个变为新南群岛。伫4月17日时阵宣布。在日本政府公布了后，台湾的总统府在4月25日又再公布，已经确定了。你讲奇怪哦，你日子拢记啊清楚，当然嘛记好清楚啊。我记好清楚，大家听就知影。不你等于顶查看我讲的这日子对还是唔对？我甲你保证讲哦，我的头脑哦，真正在。有关台湾这所有的我都清清楚楚，一点都不会模糊。因为我就将这些东西都放放的了，整理出来一套论述。这个论述，你不管你政治上怎么改变，感情上怎么把歪，到后面都一定做回来华理的论述，绝对没有错。因为我们这个论述是正确，完全有法律做根据，全世界拢一定会甲咱支持。但是400年来，你台湾人从来毋捌管理过咱家己，所以这是安怎咱爱上这个班呢？咱这个班的目的是这个所在。我嘛爱讲一个题外话，咱在座各位。我希望讲，咱伫厝内底上少你也有三面的旗子啦。美国国旗你连有啊嘛，对不对？无摕到美国旗，你行去我看卖，拢有嘛吼？你有安尼，迄美国旗已经垃圾啊，去风扇了无好的有无？若有的，你行去你来甲我换。美国迄个国旗吼，那放伫恁兜去迄风飞沙。创了吼，变作孤旗吼，伊会当摕来换，免钱乎你，拢无嘛，你拢无人挂出来嘛。有挂拢无，拢还阁好好啊。拢好好啊，拢好好。迄美国迄旗也毋知用啥物做的，那遐厉害哦。挂几啊个月，讲啷个好好，咱住伫遮吼。有啊，换几啊摆几啊，我袂讲。咱遮差不多2个月就换一摆，2个月就拆掉，换一摆。哦，安尼好啦，伊个理由我接受啦。但是我甲你讲吼，你若挂出来吼，那肾歹去吼，啊是肾了垃圾去吼，摕转来换免钱，迄美国讲的。但是你毋是干那一支呢？我爱甲你讲，你爱搁离我加两支啦。第二是咱民政府的旗啦，啊，过来就是啥占领旗啦，两支合起来才500块尔啦。我希望大家拢有啦。因为美军来一排时，你才在找讲，较签名机就得较紧嘞，较紧嘞。我讲你早晚爱挂啦。我所讲的，你来看，我讲的这个代志，你看时间会兑现了没啦？你有迄两支旗的，你举手我看嘛。迄两支拢有诶。好，真诶假啊？我很怀疑呢。我就问小姐讲，奇怪，都敢那，遐无啥袂着，遮侪人举手，我一个问台拢有呢。好，我讲后摆我甲你讲，摕来我看。啊，个旗杆吼爱用啦。迄天吼，有日本的记者来甲我讲，伊讲，你迄三支旗吼，倒位有挂吼，你甲因讲，我要来甲翕。我台北问问，讲问过宜兰去啦。我宜兰伤远啦，但是咱大台北的吼，我告伊，我甲你报告啦。这三支旗，我真正希望讲你会当挂出来，你免烦恼啦，免惊啦，迄挂迄个三支旗吼，无代志啦。当然我正要甲你以下要讲的吼，唔是甲你鼓励讲你创啥吼，挂迄个三支旗，
美国军政府哈、啊，我甲你报告你一个代志，中华民国不管对一个单位，拢免唔敢甲你卡啦。原住民，即马等下迄个王下下晡的迄个司法诶明仔，迄个林永成，你甲问看卖啊？原住民的土地，中华民国要甲伊没收，唔是没收啦，要甲伊有纠纷吼。啊，是啦，唔是干那迄个所在啦，几个所在啦？现在后礼拜要执行啊、哦！伊讲迄个去三区区甲挂出去，挂了安那？中华民国司迄个法院啊，停止执行，这毋是我讲的呢，属实的啊，停止执行啊。位置的所在你就看会出来，你能看得出来啥？就是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唔敢和美国军事政府对抗。阿婆来讲一个消息 ，AIT 现准是425个员工，伫这个半年的内底，要减落来做100以下，减落来100以下，啊，剩的呢？我伫差不多半年前，我就伫上课甲各位报告过 ，AIT 那伊个官阶啦，吼，官阶啦，那分作五等啦。现主席 AIT 的官员啦，伊阶级啊是上尾的，无人要来啦。但是今年六月以后要来台湾，迄毋是 AIT 啊呢？换什么人？美国军事政府呢？换一立威要来啊！即马一立威拢伫争取讲要来台湾，因为安那内湖得要起好啊！内湖若起好，敢若内湖800名的海军陆战队，其实海军陆战队已经入来了。现在也差不多2000名左右了，台东的长滨、青山港、新竹的乐山，乐山离咱这近近的，你能去看？花莲的嘉山，台南的左营、左营的军港，这几个所在啊。你会当看到足济，你迄个也做锅盖头啊，迄、那个西汤瓜，迄款头啊，迄种啥物啊？海军陆战队啊。所以你讲无美军，有真济推下面来讲无美军啊，啊，迄毋是美军，无是啥？所以我甲美国要求，你爱降落直升机伫咱会馆。差不多，你若后礼拜吼，即个月底伊迄个时阵吼，咱即个直升机的迄标志就做好啊。啊，是安奈讲对咱会馆遮尼好？咱会馆是美国正式要求咱直接开即个训练班。你想讲我原来遐拍拼要创啥？我开训练班，阮遮来上课的。无薪水的呢，唔是干那无薪水，阮都搁交钱呢，食饭爱钱啊，当然有啦。本来讲我们可以领终点费，我无人敢领，所以你唔通想讲你交钱，阮拢无交钱呢，不对呢。阮若含恁各位同款，阮嘛困迄个、迄种个、迄个啥通铺呢？啊！你困碰床的，举手我看麦。困碰床的，恁家己爱检讨呢。阮是困通铺呢，是不公平呢吼。啊，不过啥？那不公平爱找尤先生啦。哎呦，我应该尤先生报告好啊吼。
我讲，但是伊讲有定惊呢。后礼拜是咱二十六期啦。伊讲哦，二十六期哦，咱在座的人一个人上少爱甲伊介绍一个学员啦。安尼你若有法度吼，明仔载下课吼，你甲莫补文灯啦。你有法度无？真啊假？好来，举手我看讲你有法度的。哎、欸、好，啊你有举手，等下去摕哦嘿。啊无举手袂使哦嘿。有法度你举手我看。无法度。你真够戆呢，这台湾人就是安尼，先举手嘛，先摕摕再讲嘛。调地了，这是台湾人的调地，你有看无？我都跟你讲过啊，人讲你哦，哦，你很有能力啊，我无能力啦。我跟你教过啊，你袂晓呢，你谁袂记得呢？你爱跟他讲，谢谢嘛。你有没有能力？二十六期介绍新生，有。有哦，你台湾人哦，足地的啦。台湾人哦，就是地甲这款型，你跟你看嘛。我讲的这是台湾人的本性嘛。真正台湾人的本性嘛，你敢袂感觉吗？对不对？故意啊，爱食佫惊，佫假细字。你想要摕盘灯？哦啊啊！你认不认？你讲一款话，我唔知道要安怎呢？再问一摆好冇？好冇？有法度介绍的人才让摕盘灯，你讲好冇？好。啊，要介绍，请你举手。我甲你讲吼。讲话家己负责任，我感觉尤先生无伫遮啦吼。啊，我若是咱台湾人吼，啊故意啊可爱，啊吼中国人是骗他吼，啊台湾人佫贪小便宜啊。哦，我细汉的时阵吼，选举啊呐，用一罐味素。吼、哦，啊，渐渐进步，一百块、五百块、一千块，即个即嘛三千块、五千块嘛啦，你摕。即个台湾啊，啊，伊拢无想落讲吼，我甲你摕一包味素，我可能了一千块的味素咧，伊袂想呢，啊，就很好就好啊。啊，甲今日嘛是同款呢，我甲你讲，你唔通去选举，嘛卖去选举，美国就入来。就会将政权来还给台湾人，啊，也是去选举。你若无选，我跟你骂。哦啊，你无选哦，蔡英文，啊，你要啊，你嘛，互中国人拢调起来，调起，搁是安怎？今日安尼是不是伊调啊？中国人调起啊？是不是调起嘛？调起啊？啊，有安怎无？未安怎啦？有人甲我讲哦。奈民，迄个民，台湾民政府不爱发动讲抗税，卖缴税。你有赞成卖缴税无？好来，不爱缴税，你举手看看。你头拄仔讲话拢点名看，你无要缴税，你举手看看。卖骗，好好，你笑啊！我估计这人拢免缴税，本来就是。你卖胶水，给你抓一关呢，吃眼前亏呢。你有法度卖胶水，无法度啦，咱听人讲无法的啦。敢若亲像讲吼，叫你卖做兵，迄个时阵啦，我你卖做兵好唔？大家嘛讲好啊。但是真正讲叫你卖做兵，会给你抓一关的时阵，安那？你三更半暝你就走去做兵啊？但是现在真正免做兵是怎样？是我们民政府去告美国。我说你稍等，你叫我做兵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占领地，我是占领区，你叫我占领的人比占领的人去做兵，做兵是什么动作你知道吗？效忠，对，效忠这个国家才去那个国家来做兵，因为这是尽什么义务啦。所以做兵是一种的义务，这个国家对老百姓先有义务，才有权利。这个义务，这个国家的义务是什么物件？
保护你，国家先能够保护你，才会当变作才有迄个权利来管辖你。这是国际法内底、自然法内底规定。所以讲呢，每一个人，你爱知影讲你的权利甲你的义务到底什么物件。所以，因为咱过去所读的这套物件，拢总是假。甲你讲，爱护我们自己的国家，原来咱在爱护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？是因中国人的中华民国，是流亡的政府。咱在爱那个流亡政府要创啥？啊，若要爱流亡的中华民国，你就干脆去爱那个西藏流亡政府就好啊。西藏的流亡政府呐，流亡在台湾的时阵呐，叫你去选西藏的总理，你要选无？当然嘛无爱，而且你嘛无可能。但是伊蒋介石来台湾的时阵，先甲你骗。哦，台湾光复啊！哦，啊，你不要想讲你台湾当时建书啊，啊，你建书哪有光复？迄光复为谁来？莫怪。我甲各位讲过啊，我甲十二个大学生，毋是大学生，博士生哦。我第二世界大战讲战输了，战赢啦。啥物人轰炸台湾？讲日本啦，啊，讲八年抗战。咱听着真好笑，对毋对？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听起来即款代志真悲哀呢。历史去哦，遐中国啊吼，对遐个囡仔，我是袂感觉讲有啥物代志。只不过是海头而已，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嘛。台湾是美离教给我们轰炸嘛，我们那时当中，你问你的老爸还是你的阿公绝对知道说你走空袭有吗？其实这段的历史是1941年12月7号日本奇袭珍珠港，我用偷袭哦，我用奇袭哦，奇袭就是出其不意去空袭珍珠港。第12月8号，其实12月7号珍珠港12月7号在台湾就已经12月8号了，同一天了，那个时间是同款，但是因为时差的关系了，为台湾高雄的军那个飞机场啊，出动100架的零式战斗机，咱台湾人甲日本人合起来叫做日本国，日本军啊，飞去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，将迄当阵全亚洲地区美国的所有空军啊，做一摆全体歼灭。那个影片，日本有拍出来，我有看过。但这伊形容啊真趣味。麦克阿瑟走出外口，看到飞机，看到伊的空军拢通去哦消灭去，用这飞机为倒来。伊看看报告讲台湾来的，伊讲哪有可能？离遐远要哪飞？伊迄个时阵的飞机啊，无可能飞遮远啊！零式战斗机啊，迄个皮啊，足轻的。所以日本人迄阵，咱迄阵嘛是，咱即阵嘛是，还佫日本人。迄阵的日本人，拍算讲我飞机开着，我无要转来，我会当牺牲。用迄种的心态伫作战，美国人绝对惊啊！所以麦克阿瑟，伊对咱台湾人啊是非常的愤怒，但是咱所受的教育，蒋介石感激麦克阿瑟，因为麦克阿瑟帮忙伊流亡中华民国，罕见的时阵，甚至麦克阿瑟要答应蒋介石派部队去韩国，啊，讲要拍这个反攻大陆了。后尾啊，麦克阿瑟去予杜鲁门改抬头，甲换掉。
麦克斯机器是对咱台湾人非常非常不好呢。所以蒋介石、蒋经国起一条高速公路，叫做麦克斯公路，伫个纪念。我若民政府若即种迄条路，我一定要改。我要改改做杜勒斯高速公路。杜勒斯什么人？伊就是美国的国务院迄张写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人。这个人才是真真正正对咱台湾好的。你敢看遐历史？我有公布一篇叫做《被出卖的台湾的揭露本》摘录啊，一寡重要甲台湾有关的，我甲摘录伫遐。你个读考你就知。迄个时阵，美国拄拄啊开始的时阵，伊想讲《开罗宣言》已经有讲好啊，讲要从建澳啊，罗斯福。答应讲，蒋介石讲，这块土地啊，要来献给中华民国。我已经上好甲各位讲过，台湾在1941年的4月7日，已经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已经变成日本的领土、日本的风土、甲国土的时阵啊，都袂当割让啊。但是1941年的以前。是殖民地，啊，若准是殖民地，就敢那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、菲律宾同款，一旦割让，所以日本人啊，嘛是真巧，伊人伊有读国际法，迄阵伊个国际法伫1937年开始实施皇民化，甲内地延伸，内地延伸就是日本的本土延伸到台湾这几个土地啊，安尼时阵。才剥掉了台湾这块土地啊！伫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未当挂好任何人，所以杜勒斯帮忙台湾很大很大啦。啊，那麦克阿瑟这是苦哦，听讲伊讲蒋宋美龄啊，有一条腿，但是听说，我先讲我不负责任啦、啊、吼，听说了。啊，也有可能啦，啊，无奈对，对因遐尼啊好，啊，这流亡，这是流亡者啊，伊嘛甲答应讲，1949年的12月开始，台湾会当去互伊征兵，唔是1945年日本随个台湾做兵呢，1949年的12月，因为12月3日，以流亡政府迁都台北，才叫咱做兵的呢。啊，占领者哪会当叫咱做兵？迁都台北迄当阵，中华民国的伫国际上的名叫做啥 ？Chinese 台北。啊，为什么叫 Chinese 台北？爱当叫 Chinese 台湾无？会使无？袂使哩，国际法有规定啊。流亡是会当伫一个城市尔尔，袂当规块土地拢共捧去啊。所以 Chinese 台北啥？真正伊个原文呐、啊、，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exile 啥？流亡 government in 台北。啊，这全世界有地无？有。法国当时德国甲占领了，伊走去英国流亡。French exile government in London。比利时。和韩国，和这个德国占领，走去伦敦流亡，叫做 Belgian exile government in London。韩国流亡在上海 ，Korea exile government in 上海。国家的名后边加上城市的名字，这是啥？流亡呢、啊？啊，咱台湾足侪人读国际法嘞，足侪人拢捌英语诶。Chinese Taipei 给你反映啥？中华台北，中国台北。咱国民党遐高官拢总记清楚的呢，台湾人唔知啊。参加世界卫生组织，就是 Chinese Taipei 啊。所以外国人会笑咱台湾人笑伫遮啦。恁台湾毋是教育程度拢真高。大家拢大学毕业，足济啊，比例真高啊。
关键的所在拢未晓，关键的所在啊都不知道啊。所以你讲台湾教育程度真高吗？从努力程度真高啊，真正足可怜的。你像美国人，美国人嘛真嗨呢，《上海公报》最近的和平条约里面说的台湾人啥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但是台湾关系法里面台湾人写啥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请你翻译做汉文你怎么翻 Chinese on of Taiwan， 台湾人 on Taiwan 也是台湾人，啊如果都台湾人你就逃去了啦。这个 of Taiwan 就是啥，本土台湾人啊，在做国语啊，叫本土台湾人啊。啊，那往台湾是啥？在做国语国家上，马英九这种人啊，中国人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，安尼住伫台湾这块土地的人，拢叫做往台湾啊。上海公布，卖讲上海，讲一个上近的，这边奥巴马加马英九合力拍一个贺电有无？来历足清楚，两个 the people of Taiwan 和 the people on Taiwan 拢同时出现。伊这出现这要创啥？要让台湾人看啊！啊，你来看有啊！啊，两个拢一个 of Taiwan， 一个 on Taiwan， 一篇文章内底写两种啊！啊，最美国足暗台的呢！伊讲哦，我直直甲你暗示，直甲你讲，啊，你就退啊，你拢唔知啊！所以你敢若，你袂当敢若怪讲，哎、欸，啊，美国你拢歪讲，哎、欸，都爱安怎讲？真有人有人有人嘛来甲咱吐槽讲，啊，美国承认台湾民政府，啊，奈无白纸黑字，啊，若白纸黑字迄一天吼，咱就已经接到政权啦。这是逻辑上你也知道啊。九月七八，2001年，咱去。华盛顿 DC 办酒会，国务院、国防部、CIA、司法院，甲这个国安局拢来参加。安尼已经承认你了，看无啊？吼、哦，真侪拢看无。啊，卖讲看无，迄一天，佮将咱的这代表集合起来，甲大家人讲，啊，各位，咱台湾人啊。我们美国为今日开始，甲咱开一条路伫遐，你就照安尼甲行落就好啊。这里清楚啊，奈无很多啊。所以到今日，当然啦吼，在座是袂啦吼，啊无你袂来高级班嘛，高级班较贵呢，钱拢一点一米的呢，迄表示讲各位。您的头壳已经真清楚了，所以各位这边回去以后啊，咱各州啊开始要争取，你的内阁跟参议员都要出来啊。护照这边开始签了以后，那一两个月以后摕到，我有跟美国讲，咱要大型要接什么物件，什么单位？海关啊。你会讲奇怪，遐尔济单位你接海关要死哦？哎、欸，对啦，巧哦，钱呐，海关接落安那，扣税啊，啊无大家拢咧还无钱对不对？甚至有人讲，啊我已经做内阁，我哪拢无钱好领？夭寿哦，你是要领钱才来哦？你是无头路来领的哦？一讲实在吼、哦，你本来民政府嘛是。来要做那个嘛，真苦战呢。啊，初级班啊，高级班啊，都要赶到要死。诶，恁安尼尔呢？阮啊，总理，阮咱这来个已经吼、哦，已经直接困几摆，你知毋知？这是第四期啦。啊，普通期是二五期啦。阮住民六期啦，大学生四期啦。你看阮直接困几摆啊？诶，不是干那困就算呢，阮都搁立钱呢。爱立食饭钱呢？我当想想，阮大家伫，我当想，哎、欸，啊，我们是为什么？
阮绝对毋是讲要来领钱啊。美国若将政权献予咱，我个人是想要退休啦。但是美国甲我讲，稍等，稍等，你嘛爱先甲还好，你毋通即个台湾民政府后摆变作共产国家呢？美国这个烦恼是完了对了，所以呢，有一个我去换迄个国安参谋联席会议的执行长，原因就是讲，这个职务啊，爱换咱台湾民众后摆的方向，袂当我惊唔对的，因为伊看到嘛惊，因老早就看出来讲，民进党蔡英文哦，要行未来一中啊，未来讲要变作中国啊，啊，比如讲啊，中国就是共产国家，所以太大了。所以你知影无？差不多，顶个月月底，中国中央的政治局开会，大家安怎讲？你知无？伊讲，咱中国已经将台湾的民进党消灭啦，但是，即马出现一个。比民进党强十倍到一百倍的一个组织，叫台湾民政府，美国军方伫后壁伫支持。原话就是这啦，啊，你拍拍手啊！讲了第三天，中国十五个省，雄雄啪一下起来咱的网顶，啊，你讲啊，你哪会知？因为咱这个网顶，咱有设一个设备，什么人上网，咱伫电脑看个清清楚。所以，咱伫电脑顶慢慢，咱咪看看会出来讲，美国的国安局、美国的国务院，拢伫甲咱看咱这个网站。所以我甲各位讲，你若还袂登记的，还袂注册，拢爱去。啊，若这你无多甲我骗啦。你有登记无登记哦？我敢若甲咱个管理员啊讲，啊你电脑甲拍出来，第几期有几个人，第几期有几个人，清清楚楚啦。迄你绝对无法度甲偷食步来，你爱去登记哦，你爱去上网哦。你袂晓上网咩安怎？你有囝嘛？你有囝仔无？少年点点啊！少年本来就会晓电脑啊，你啊。我讲你若无电脑啊，你已经有囝仔啦。我唔相信讲哦，你无囡仔还是孙仔讲不要用电脑。我即摆名片阁发互你啊，内底有网址啊，拍着就知影。不要电脑，你举手我看麦。你不会吗？你好像很年轻呢，五十岁来哦。学电脑是足简单的呢。真正足简单嘞！即卖电脑吼，三合一的电脑吼，足俗的，八千块一只嘞。买一只吼，无一定爱甲囡仔公家用啦。你著叫伊设定台湾民政府甲电话我的最爱。啊，若普通时家己要看，甲点落去就有通看。你买当听落演讲，咱为第一期开始演讲拢有呢。啊，嘛真济，咱的同心甲我讲呢。哦，阮爸爸妈妈讲，若无看哦，我拢睏袂去呢。敢真正有迄种个魅力吗？有哦，真个假？哦，真欢喜呢。免拍手啦，我家己心内有数啦，因为你拢捌听过嘛。前以前就讲吼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我拢想讲吼，啊，台湾人是空的，还是笑，还是戆的？甲你话讲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，你我问你，你拼啥？啊，民进党你拼啥？啊，主权独立就好啊！啊，因国家，啊，家己人来讲啊，迄种甲你骗的，啊，你竟然有法度在这段生活这么久，啊，未觉醒？所以你讲外口遐的吼，要搁你惊遐，我唔知讲这人到底是啥。是天生要来做中国人的奴隶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台湾人管家己有偌好嘞？我刚才凊彩讲一项，你就知影。
你免做兵，免缴税。啊，十八岁以上的查甫查某，政府拢送你一栋厝。这我已经讲原因，互你听过了，对不对？绝对有迄个代志，啊嘛一定会发生啦。你免讲一讲讲，那伊现住是即马，即、這个中华民国体制啦。有个人赚一世人哦，你都买无厝啦。即马即个少年啊，一个月20000块是要赚什么？要买什么厝啦？你甲我讲。啊，即马你也看吼、哦，即马一个开放吼、哦，遐死中国几万啦，甲你买厝。迄毋是你买厝呢？伊也无来你住啊，迄是在甲你炒地皮。差到某一天，伊阁卖落去，款款伊转去。啊，若安尼，台湾人吼、哦，愈来愈散。散到落尾安怎？收入甲中国人同款。啊，伊当伊要甲你话统一，你就统一了呀。这伊的计谋嘛。所以咱民众的速度爱愈来愈紧啊。我一只哦，爱阁鼓励各位啊，恁爱转爱交话啦。哎，恁拢是。咱现主是民政府，你若初级，我唔敢安尼讲啊。但咱咧高级班吼，我会怎个讲？大家拢是咱民政府的官员。欸，你总袂当去做官员，干那管理家己一个吧？做一个科长，做啥物局长，干那管理一个？你去考干那你一个？不会吧？欸，啊你若拢无要介绍人来上课，你就管理家己一个啊？啊，若要管你家己哦，薪水你家己去领。是这款道理你还知影啊？所以我甲各位讲，恁来教话啊。迄真有可能，真有可能，真有可能。嗯。安尼惊吼，安尼吼，真有可能。但是。啊，在座唔拢空的呢？恁来啊！恁拢你用你用怪去啊！啊，日本即马嘛开始咧空安尼吼，日本的参议员讲遐话嘛拢空的呢吼。啊，美国的判决，美国人嘛空去安尼。诶，这个、空的罪人啥物人？林志深呢、啊？我无遐厉害啦。你若无法度说服你边仔的人哦，啊，我请问你，啊，台湾要安怎？台湾怎么办？你含你边仔的人，你都无法度说服。好啦，你边仔人说服不了啦，你有兄弟姐妹嘛？你无一个上好的朋友，你无吗？我甲你讲，哪来上过课的100%拢未改变啦？是安怎？我伫屏东高雄这个地区啊，支持者遐尼啊济，因为我去选高雄市长啊。啊，那屏东特别济，因为我选高雄市长的时阵哦，我无钱嘛吼，啊无钱伫咧租个电台吼，伫屏东广播啦，所以遐人拢无票啦。但是呢，我拣个所在。在那个五凤路一头，那个所在每一摆来你游行哦，我两摆游行，哦，那人偌济呢？拢总是骑我倒摆去开，那个开家己的车。那游行是拢摆几啊公里呢？水户都讲哦，等于去甲警察局，水户因为你选市长嘛，市长算真大啦，甲你派水户好咧。那水户哦，对伫我的边啊哦，吼，看到惊着呢，等于去甲因警察局的讲哦，我甲你打赌，迄林志兴绝对调的啦。伊无问我啦，伊若问我，我来讲，我遮拢无票啦。屏东的人哪有票？但是我唔去选市长啦，我是伫选啥？论述啦，我去招228人去告美国啦，10月24日啦，2006年。创几波，大家才知影讲。其实我咧做啥物代志哦，坦白讲哦，我拢有用意啦。
我拢有目的个啦。有真侪事，我拢爱先甲你讲，因为我若先甲你讲，你反弹也不定真大呢。所以国民党嘛真巧，我伫选举哦，竟然有真侪住伫高雄个人哦，唔知影讲林志兴有选过高雄市市长呢？牛无？国民党有牛无？就牛个啦，一流个啦。选几波、哦？高雄市的人不知道我林志兴有选高雄市的市长啊，而且所以这个选举一切都是掌控在国民党的手头。我如果说台湾人乱讲哦，你不一定不服啦。我拢讲的，干你林志兴上巧。我讲你讲，我讲给你听好吗？你去选总统对不对？你无去选总统。你是提钱30块去送的，你去甲当票，辛辛苦苦坐计程车、坐飞机去甲当票给伊，当票以后安那，就阁送伊30块。全世界从来没有这种制度，独独台湾尔啦。迄个人啊，你有看哦？即摆你翕相这个挂目镜迄个无？有无？有型无？迄张相啊，阁出来较紧。那就是伊啦，甲迄个做，安怎有这张这相哈？这我选市长的咧，有啊，安怎行哇？伊啦，就是伊啦，就是伊啦。无啦，我甲你讲哦，我甲你讲一个笑话吼。前两天吼，就日本人来甲咱拜访吼，我甲退散，阮去请伊食饭吼。车上拢都地表啊，拢歪白个。日本人讲啊讲哦，车上，这色啊，你嘛脱帽啊起来，较袂歹势。地帽啊就脱起来，日本人抓一条，歹势歹势，死嘞死嘞死嘞。意思你听无？无啦，就是讲哦，头光光啦。其实我嘛差不多啦，过无偌久啊，我会甲伊共款啦。但是迄就是日本人啦，迄就是日本人，迄个有啊哈，伫迄个即舰队苏联的边啊，迄个有啊，啊，迄是日本人。所以我讲美日军事同盟，咱有去参加对不对？你相信无？那解释一下，相不相信？相信。有嘛哈？有图为证嘛哈？喂，国民党拼几波，民进党干干几波？65档啊啦，啥物人请伊去？无呢？没有呢？这两个吼，伊上岸的啦，第七舰队迄个第七舰队迄个啊做George华盛顿号的迄个啊做无啊啦，华盛航空母舰的无啊啦。所以讲到这个所在吼，咱台湾民政府确确实实现主席是已经站起来啊，唯一要突破的就是讲。要安怎让台湾人知影？要安怎让台湾人会晓来上课？会当知影讲咱台湾人真正的地位伫啥物所在？这是咱民政府要拍拼，是讲咱这干部，咱的这内阁中央的这内阁伫拍拼的方向。但是敢若中央的人伫拍拼，够无效？无效。所以咱在座各位。咱即马开始，嘛是咱的内阁，每一个拢是。你要尽到你的责任呐、啊，你的责任是啥？带一个甲两个人，互伊来上课啊，互伊来听啊，听听，到今日为止啊，坦白讲啊，我还没有看到讲吼，听听了讲啊，迄乌白讲的，无，真正无啦。咱拢证据放伫遐，互你看。实际这种讲给你看，每项代志拢甲你讲大声啊！甲你讲马英九会赢80万，就是赢80万啊！这拢是事实啊！甲你讲，咱要去参加美日军事同盟的会议，咱就去参加。我即马甲你讲，美国的直升机要伫咱遮降落，搁免2个月，
就一只降落啊。我跟你讲 ，A A T 会裁员，即马报纸写要裁员啊，裁不到100名啊。但是另外那边800名啊，伫内湖啊，这外口人怎么知？拢唔知影，就是咱咧乌白讲的。其实我讲的每一句话，拢袂乌白讲，我拢是有根据了，我才有讲。我讲中华民国国徽要涂掉，要摕掉，开始伫摕啊，到今年的6月30爱摕掉啊。我讲台湾人袂当做兵，马英九宣布啊，到2014啊。虽然这个日期我非常无满意啦，太慢了。但是美国嘛，甲阿扁嘛已经去做啊。中国1000多粒的飞弹向台湾，安尼免做兵，你不会很觉得很奇怪吗？含遐死中国啊，遐因的所谓退出的遐官、遐将军就讲哦，马英九是头脑坏掉哟。中国已经那么强悍，对着台湾。武器，1000多颗的飞弹啊，竟然讲免做兵，原因是对，占领地袂当叫咱做兵嘛？啊，你台湾这块土地是要个美国军事占领中嘛？问题是讲咱台湾现主席要咱行的，就是讲要咱这条路要咱行出去。我有讲过。啊、既然日本天皇还有台湾的所有权，你想啦，咱就是要有一天啦，总有一天，咱想讲啊，好啦，真正家己要来建国啦，假设啦，这是无可能的，你听好清楚哦。假设台湾人这么爱建国啦，你会当宣布建国吗？无可能的，爱向什么人批准？日本爱批准啊。美国当然爱准啊，但是真正有所有权的是日本啊，日苏美战嘛。当然啦、美国袂放弃啊。美国会讲哦，啊，我互你自治就好啊，啊，你爱欠啥，啊，欠武器哦，好啦好啦，我来徛卫兵啦。美国一定替咱徛卫兵，咱免买武器呢。你无看中华民国买武器拢是？我吼，伊若开100块，才30块拢跌落落地啊！拉法叶舰啊，拉法叶舰甲法国买啊！你看伊买几千亿呢，大大细细拢分有啦，含迄个江泽民都通分啊！你看台湾人偌戆呢？拉法叶舰毋是伊买军舰，照道理来去保护台湾，对不对？江泽民买当分呢？看到贵有影，啊，什么人戆？台湾戆啊！拉法叶舰这个案司法敢有咧办？无啊！阿扁也毋是讲吼，拉法叶舰伊要办，伊讲啥？动摇国本都不在乎，你动摇国本我看嘛？伊若要动摇，是动摇什么国本？中华民国的国本呐、啊，我多动摇无？无多。选举的30%去给他转票，我跟你讲啊，台湾后摆若要选举吼，我要甲定一个制度啦。投票的人送你500块，行路工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你有钱偷摕拢好呢吼，啊，这钱为着来拢无要紧的吼。你嘛，做头脑少收一下。啊，那干脆后摆吼，我开会后摆讲吼，咱参议甲通过，变1000块，唔通安尼啦。18岁以前已经上一栋厝啊啦。台湾啊，我伫烦恼讲后摆钱收济吼，大家拢跩袂做工过。啊，全世界上界好嘢所在是啥？台湾。啊！即马迄工才遐尼啊好嘢，像台湾人安怎？我甲你讲，我预测互你听啦，拢去请一挂白人来做白奴啦。何连讲伊是我的白奴，
我要讲吼，哎、欸，你当白奴也不错呢。因为以前吼，你有黑奴嘛，对吧？啊，你敢占领啊？我们欢迎你占领。啊，这台湾这好起来的时候，千万你都唔通要建国，我无爱骗。建国了，个台湾吼变做十二个国家了。同时有两个男朋友啊，没有坏处啦。欠钱，甲日本生奶，甲美国生奶就有啊。啊，那日本生奶无就甲美国讲，啊，你不对我好一点，我跟日本比较好哦，都给你钱啊。所以台湾这么小，爱用啥头脑？所以帝国爱用头脑。你敢那去接台湾人哦？做工啦，做工啦，无效啦。所以我告伊讲，咱今咱这边的课有真重的部分是农业。你若工业，坦白讲哦，有很多的污染。那有一天咱日本甲台湾变作一个 Commonwealth， 变作联邦也好，邦联也无要紧，两边来合作，台湾生产。所有的精致的农业，像咱台湾，我都做迄个石鸡遮大粒，我去台东哦，请我食石鸡遮大粒，比一个囡仔头较大。我讲实在呢，遮大粒呢，叫啥？豆花镜？哦，系哇，系啊。啊，迄个芒果，咱的农民党迄个张主席。培养迄个福尔摩沙总统以下的芒果吼，好食到会惊死人啊！有够香，有够甜。啊，无迄个芒果的有一种芒果有，包括迄个爱粉哦，拢有一种味不太不是很那个吼，哎，完全无啦，含皮都挺好食呢。芒果呢，但伊生产有限啊，我跟你讲，有一年吼，伊送我，啊，我送给李定威。啊，马上哦，陈水扁，食食了，李登辉因太太敲电话来咧，无啦，伊无遐一年安尼讲起来袂，政治人物吼都无同款，伊讲吼，啊，林生，哦，迄芒果袂歹食呢吼，啊，阮你甲讲伫对有伫卖吼，我来买啦，伊讲要买，你敢敢讲全点点，搁送伊啊？但是呢，伊一年无偌济，但是伊吼、哦，伊一年敢种几千，几千粒尔尔啦。啊，饼嘛就爱食，迄叫做芒福尔摩沙芒果一号啦。但你想要食哦，你食无啦，我无甲你骗啦，你都爱先甲订啦。啊，先订啊啦，钱先算好伊。哎、欸，我甲你订两盒，我甲你订，我先付你钱，时到你另爱花，啊，若无你爱赔十倍。我甲你讲实在呢。台湾的生产的农产品都要像安尼啦。啊，若有安尼的时阵，有一天，咱用农产品甲日本，伊倒来来的，伊日本的轻工业、重工业拢真好，对不对？总有一天啊，一粒石卡加换一架车啦。我无甲你骗呢，总有一天啦、啊。所以哦。前两年我送予迄个日本的交流协会吼，所有职员拢一人一盒，张明显伊个福尔摩沙农民一号的芒果，我就知影我若送伊吼，伊会敲电话来啦，果真没错，电话来，啊，这毋知吼，要去对买吼，你都爱吼。农产品做甲，互人食落了，甲你讲哦，哦，要求遮尼好食，较侪钱我都买。台湾的农业就遐尼做咧。啊，恁即摆食电刀头饼，农业拢烧光啦。迄桃园附近我也看拢烧光啦。迄马英九咧换即款的所在，看会土起也袂啦。烧光啦，遐田拢变顶咧无效去啊。所以农产品，你甲看吼，我去日本，我伫日本读册嘛吼。农产品都要培养到什么物件？我去日本读册的时阵，我上爱食的是什么物件？你知道？
伊个米。吼、哦，我若敢食饭，我免配菜呢，敢若食米就好啊。你来看卖啊吼，农产品呐，有一天咱台湾的天气比日本来讲啊，好的太多太多了，一年生产三季。咱若有一天，民政府执政，政策拢啊改变，培养生产的米，像现准是人日本遐尼啊好食的米，迄还阁无够，我知影你讲池上米啊，还阁有啊？一四五啊，好啦，啊有一天我来买啦，我有天我来买啦，我吃了我就知啦，因为我做这米方面哦，我因为我在日本读册嘛，我的意思讲，若在全台湾吼，会当培养的农产品，每一项拢是很精致，啊真好，啊政府给你补贴，给你去研究，唔是安尼去安尼就好呢？政府甲你收买，甲你买倒转来，可比一斤米，政府甲你买一百块，市价可比讲敢若四十块，我紧一百块给你，政府来卖四十块给老百姓，补贴你啊！啊那安尼，大家都要研究，大家都拢要做事啊！安尼我嘛要来做事嘞。迄个时阵啊。台湾真真正正以农立国啊，但是咱的观念拢唔对去啊，什么工业啦，还污染要死哦，污染咩啦？给中国去做嘛，给东南亚去做嘛，你做要创啥？你知影夏威夷？夏威夷拢海对不对？夏威夷袂当掠鱼啊呢？你敢知？你知不？夏威夷袂当掠鱼啊呢？谁人不能抓鱼啊？因为他保护资源。美国内陆的部分有很多在路边哦，那公路在走，上边边就是啥？就那个叫做煤炭呢，露天的呢。他有在开采吗？没有。啊，都在外面买，各位，美国政策才对呢。我先给你用好打。你国外拢先甲你买啊，到有一天啊呐，卖了你换伊个啊呐，迄阵你来救伊啦。南海是咱个呢，咱台湾个啊，钓鱼台是咱台湾个啊，内底拢有石油啊。你去惊无钱，太多钱啦，你也要用，不要用，啊也要换，不要换啦。即马。美国有讲过来写南海的论述，所以我这两天我要写，我会迄个法律甲写好清清楚楚，我会甲美国讲，咱民政府要正式宣布，南海是我台湾的。恁若要开发，爱和咱联络啦，咱卖出资本。啊，越南你要开发哦，会使来钱你出，互你分一声。当然，日本伊讲，台湾是我的呢，啊，你嘛一声。啊，比如讲，我占领呢，啊，你嘛一声。咱拢免出钱，分七成，敢会歹？钓鱼台同款啊，中国你要滴，日本要滴，联合开采，一人10%，钱恁出，钱咱收，那会歹？很好的，我没骗你，这问题是说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论述，你就不知道论述，你不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你的，啊你就说说了。所以哦，咱台湾的将来，我在这个地方我已经看得到，刚才不像听我2005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说台湾差不多在这个七八年里面会全面改革，全面改变，因为这个论述的发现，所以我就过2006年开始过的时候，我就家己我内心里有下一个决心，台湾是因此而改变，世界会因此而改变。
这个论述照法律来走，全世界都不用战争了。你伊拉克美国占领，因为战争法里面无讲入去美军入去，迄、那个英国军入去，伫伊伊拉克内底要创啥？因为战争法内底上糟糕的一对，只有讲 in 甲 out， in 就是部队入去，啊部队离开安尼尔。入去以后爱做啥？无人知啊。这是啥？战地政务了。所以我认为讲我的责任，就爱写一套全世界拢当用的战地政务。因为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意见不合，我要将这个国家给推翻，不得已我战争给你打败以后，因为占领不能移转主权，他也不能宣布说这块土地是变成他的，这不行的。所以占领入去以后，这个占领以后有一个战地政务，这个战地政务就是里面要怎么创，要怎么分配。你想说连战争战争法里面有规定，你马上战争的这个占领者要替给当地老百姓成立民政府 Civil Government， 这是战争法里的规定啊。但是中华民国入去台湾的时候，有替咱台湾人设立台湾民政府吗？有吗？有。你不知道而已，设什么东西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。有啊，有设啊。啊，有军事政府吗？有。台湾警备总部，这就是中华民国照建中华来。但是问题是对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到1947年的6月份啊，伊才改变作台湾省政府。所以迄当阵，李登辉要将台湾省政府要甲废掉，有无？你会记得无？伊讲要废省有啊，上台伊讲要废省有啊，罗曼奈变成动省，你敢知影原因？美国，美国，邓辉兄啊，你搞错了，你台湾省政府你两个废掉吼，安尼民政府就无去啊。所以透过 AIT 甲李登辉讲，不可以废省。你若要上这是动省，中兴新村所有的房舍到今日为止完好如初的呀，在单向，对，台湾民政府啦。所以你越来越清楚了啦。啊，有一天要去台中上班呢。免烦恼啦，薪水500才是袂歹啦。好，我甲你讲，几位对来，咱这边6个州对不对？伊本来创23个关对不对？23个县除以6，平均4点多个，什么4个？四个县变成一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工作变成5倍啊，领5倍薪水有什么奇怪？民政府袂吃亏啦，你做5个工作，我给你5倍钱，哪有要紧？咱现在要叫海关，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海关啊，要海关的那个设，那个啊，做整个的设施啊，咱开始去抄你，现在要报给美国。哦，我一个看才知讲，原来海关的组织这么庞大啦！我们全部筛检，成为1/3的哦。所以咱第一个若要接海关吼，咱马上就要用在座各位啊！你免惊讲你几岁啦？哎，我都70-80岁啊，我应该退休啊，无迄个退休的啦。谢谢着。水哦！我中台湾人有一句话嘛，讲观察底死人，不是底老人呢。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谢谢。所以，我特别，咱的这个海关的，叫做海关总局，加迄个税务署，
的署长啊，我甲各位讲，这是明仔才要讲的啦。不过先甲恁宣布，不要紧啦。明仔咱会公布哈、啊，由原来高雄州的州长啊，林义宪啊，做署长啦。啊，但是我有特别甲林义宪讲，你若做署长吼、啊，你袂当讲拢用恁高雄州的呢，六个州吼、啊，还叫平均呢。遐主管吼、哦，看有几个吼、哦，六个州加迄个原民州啦，我袂记咧原民州啦，伊咧目睭你甲我看迄、那个，原民州吼、哦，咱咧国王吼、哦，吼、哦，那讲着讲要平均吼、哦，伊拢前台先啦。我讲吼、哦，我安尼七个州吼、哦，爱平均分配啦，你讲对不对？对啦吼、哦，我会甲林医生讲，讲是恁讲的，毋是我讲的。这是明天哈，明天这期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会宣布。也是这个叫做高雄州，啊，高雄州啊，有一个新的州长啊，王宝义，来介绍大家看。请坐，查某的呢？查某的呢？女人当家呢？哈，嗯，他能力很好了。啊，伊能力也真好啊！我感觉伊上好的所在，伊的心胸哦开阔，哦啊，什么人他都可以接受，都要有这种的。就你讲林义宪嘛，真好啦哈、哦，林义宪也很好，咱所有的人拢很好，在座的各位也很好。对啦，对啦，爱讲谢谢啦。所以哈、哦，这是今日。我趁这个机会哦，互各位知影。你嘛爱知影讲吼，咱民政府到底创？你今日来这里受训，谁拢叫你来？这期的时候，我有六点钟久啊，是安怎？因为爱将这個台湾的地位论述，甲你讲啊一清二楚。甲日本关系，咱除了着12月21号去日本去祭拜靖国神社。啊，去甲日本天皇接受，今年咱嘛会去。当然，咱今年去的时阵呢，明仔呢，迄、那个做西装的王奶奶，恁会当做，因为若有场面的时阵哦，咱要穿制服哦，大家拢穿同款乌色的，你这书嘛哦，是不是？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拍摄做模特儿一个，对，这书啦，女士哈、哦，哎、欸，啊，迄、那个。女士是吼，一领衫，一领裤，啊，一领裙啊。啊，裙你着爱甲讲吼，我听讲伊拢共做足短个啊。你若讲啊做较长个啦，莫穿迷你裙啦。上班吼应该爱小可较长一丝丝啦。啊，查甫是两领裤啦，吼，啊一领衫，偌济钱？5000块，还不错啦。吼，啊你伫外口你买，嘛是安尼尔，所以伫遮做吼。无了啦，吼、哦，爱聊嘛袂歹呢，吼、哦，才有真侪人拢有穿嘛，吼、哦，对啊，明仔载来吼，恁会当家己去量，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这边吼、哦，我有去互惊着啦，你定金莫共交1000块互人啦，啊，无做做你袂共摕呢，啊，有这种的人呢，是足奇怪呢，啊，我查袂出这什么人呢，我说你要登记你的名，啊，迄个有电话。哦，啊，若做好哦，你有看哦，即大拢穿同款，你有看嘛？哦，加拿大住民会当穿迄套，因的衣服啦，吼、哦。诶，原住民的衣服很漂亮呢。哦，你也感觉哦？诶，谢谢啦。啊，水啦，真正水，咱听人讲真正水啦。啊，国王吼、哦，国王两个国王来看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啊不，你要不要到前面来看看国王？国王哈、哦，阿美族啦，伊是阿美族的国王啊。好、哦，你唔通讲，因咧国王阁袂当随便讲，我要做国王就国王咧，伊话了世袭呢，因有世袭的酋长呢，嘿啊，国王呢，嘿，好来，国王你好。哎、欸，要不要给你5分钟？你一定要，我知道。不对了，你要用原住民的话。哎吼！这个哪里是？啊
阿美族爱好啊，真的、啊，哎、欸，跟台语差不多呢哈、哦。你要不要讲点啊？请用原住民的话。这样可以、啊。怎么讲？随便你啊。这里是自由的国家。哎、欸，这个台湾族怎么讲去了？马来马里，哦，你他们比我会讲的。你是台湾族啊？嗯，阿美族。那你会讲台湾族的话？我听的。哦，莫拉好。什么话？啊，你好吗？哦，你好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另外呢，有一个真重要，就是要甲各位讲哈，这个月30号。有差不多20个日本人要来，啊，日本人来要来，你要参加可以，但是自己的费用要自己交了。来呢，咱是每一个拢做一次西装给伊，甲咱穿同款的。来的时阵拢带伫咱家，咱去机场甲接。这二十个啦。有包含参议院的议员、众议员，跟东京都的都议员，到学者。咱为即马开始，甲日本建立关系，咱要甲因签一个叫做日台共同联盟。因为咱台湾民主今天还不能签条约，因为恁呢，咱的监管要过一个美国军事政府。所以我们没有，我们不可以。所以我有一个请教美国讲，安尼我要签什么物件？因为你们可以签一个 consensus， 就是共识，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由这个共识建立咱台湾民政府跟日本政府的关系。日本政府今日已经承认了呢，因为去年4月28日，咱去日本的交流协会来呈递。请愿书，在5月18日，日本的外务省正式给咱回文，顶完称呼是讲台湾民政府，伊算第三个国家承认咱的。当然，咱这边的4月28日啊。这前几天，因为4月28日拄好拜六，无人，所以4月27日，咱要搁再一拜，要来找200个人来去日本的交流协会，甲日本的在美国的在台协会，这边咱去日本的交流协会，咱要送伊啥？1945年4月7日的诏书。法律34条和193条，我要来问日本的外务省，这三份文件有没有效果？到今日是不是仍然有效？我甲各位讲，仍然有效。我要爱这句话，因为参议院今日伫这个参议院啊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啊，日本。是干那放弃台湾的管辖权，真好耍啊！越来越好玩了。那干那放弃管辖权，啊，日本天皇要有的时阵，日本天皇的诏书在台湾生效啊。各国伊那干咱回答讲仍然有效。各国咱台湾民政府要跟日本联合来写台湾。基本法，拍手啦！当年香港的基本法是香港人，因为香港是英国的土地嘛，爱放弃嘛，已经挂回等于九龙嘛，等于放弃嘛，所以香港和中国中间签一个香港基本法。而且香港基本法迄当阵就是中国政府派30个人。香港的政府派20个人，50个人开会制定的。今日台湾民政府要和
日本的政府来签台湾基本法，比照那个模式。当然，我即摆有咧考虑讲，是毋是大家拢平齐人？其实吼，你不一定爱计较讲吼，日本较济啊，台湾较少，不一定啦。爱计较是啥？啥物人较捌法啦？我就是一人，我嘛介五十个，我嘛介对抗啊。咱即摆就是安尼，敢毋是？咱嘛一个人啊，有几百个无效啊，捌一半。咱拢捌啊，咱来都好啊。杜勒斯下迄条约哦，要求我吼，迄内底玄机有够济，恁知毋知？你知影迄个马关条约是上下？杜勒斯因阿公啊，嘿。啊，就这张和平条约是啥？杜勒斯下，伊工作拢是写条约，所以条约物件伫写是专门的尝试呢。不是讲我靠法律，啊，就当来写条约 ？No， 没有那么简单呐、啊。你敢那读法律，要来写条约啊，还早。我听你讲，就这张和平条约第二条 ，Japan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1947年2月2日，意大利条约。来这写讲，意大利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索马利亚，兼一个 claim。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因为啥物来欠迄个 claim？ 因为索马利亚是旧金是意大利的殖民地，啊，台湾因为不是殖民地，所以日本战争失败。被联合国被这个同盟国给要求要放弃那个 claim 主张呢？你为这个所在来看，你就知影讲台湾这些土地不是殖民地，已经不是啊啦！你有看吗？这23条你有看吗？这个所在 ，all right and title 有啊？你有看吗？这个无 claim 啊！所以读册吼，各位啊，不是读一般的啦。啊，这点我足厉害，我无骗你。这我家己敢讲，啊，你不唔免甲拍手。哦，你拢安尼呢哦。啊，讲恁好诶时，恁拢也要拍手。啊，若讲我好，拢点点呢哦。我嘛真认真，敢毋是？我有认真无？有、嗯。我受之无愧。谢谢。我今日吼，这个上课内底吼，要含各位讲个清清楚楚，讲，因为我相信在座各位无偌久吼，会变作咱个政府个官员。咱甲中华民国中间吼，袂冲突，因为咱民政府是要向美国个军事政府接掌伊个权力，毋是要向中华民国。中华民国要安怎？啥物人甲处理？美国处理。安尼呐？会用屁的，我是不要讲迄真粗的话啦。你若会用屁的，你甲美国对抗，你莫惹我啊！你莫干阮啊！咱拢无武器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真正无你啷点点？咱无武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呢，民政府三个主张：第一个，咱要遵照国际法，这个国际法是万国公法、战争法。就这张和平条约，注意哦，没有台湾关系法哦，因为台湾关系法是对遐西中国啊较好，对咱台湾人无好。第二点，我们不使用暴力，不使用武力，咱要将中华民国家请伊离开。这边我昨有讲一半，美国20个观察团来台湾去金门看。其实伊是去看啥，你知无？有一天中华民国爱去遐啦，拍手啦！你莫个鼓励咧，予美国人予较紧嘞。我是急到要吓，你拢袂急嘞吼。第三点，对中国
这个殖民政权啊，就是你往中华民国啊，我们采取不合作，而且我们不配合。因为选举，我不爱选，因为你是选中华民国的，跟我无关系。照道理，迄不配合是哦，不爱交税啦。但是不要不爱交税，我不爱跟你鼓励，因为你会吃眼前亏啦，你跟你俩去滚啊，给税。所以，我们是不可，咱先做不爱去选举安就好啊。干那这个不爱去选举吼，有足侪台湾人都挡袂掉啊。哎呦，啊那中国，迄中国国民党拢掉了了去。我以前就讲过啊，你选了中国，甲选了中华民国，同款中国啊。选了中国就是中国国民党，选了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民进党，啊，民进党选了中华民国。东中第一条，因为，因为咱国名叫做中华民国，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所以这尼啊清楚，你可不要看，你个选举，我唔知你选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即马开始，都爱来和台湾人知影，在座各位直接上课上遮久啊，初级班啊，佮经过高级班。你若边的人，你甲你讲，你若讲袂赢伊啊，我感觉有问题啦。哎呦，讲就有问题，你有买这本册无？无买，你拿去我看卖啊。新台湾论啦，无怪你讲袂赢人嘛，无买嘛。爱买啦，我无骗你啦，500块爱买啦，你若去外口就爱1000块啦。拜托的，你爱买啦，爱去看啦。你莫讲啊，听两节课吼，都变作神社安尼，变作神，敢那未碰啊，未碰假碰安尼，未啥哩啦。迄阵册我甲你讲，所有问题伫顶管理甲变，大家问题拢有。我无甲你骗，你当去摕。迄本即马含日本都摕顶咧研究，含美国嘛摕顶咧研究。美国诶国务院有一个对调小组啦，对台小组啊，有10几个人啊。即10几个拢开始啊研究咱伫网顶研究我所写的文章，拢有3个人伫甲翻译。伊想要美国要叫3个人翻译，因为惊伊讲3个人翻译啊，有哪一个翻错了，所以拢叫伊3个无同款的人伫翻译，因为内底有咱的同心伫内底，所以有足侪消息我会知影。当然美国知影嘛无要紧啊。咱统统公开，我们没有秘密，所以有的人讲：“哦，啊，你民进党有很多秘密，我没有秘密，我一切公开。”所以中华民国对我们呢、啊、无可奈何。哎、啊，若要想派，我后边有徛一身足大身的美国啊！啊，所以恁的后边嘛有徛一些较细身的。林志升啊，嘿，袂歹呢，即摆大家拢学了真好呢，我这两节课安尼落来吼，谢谢，对，呵呵真好呢，爱下课来啊，好啦，我来下课啦吼，哎、欸，休20分啊，哈，我啉一罐水咧，休20分来好嘛，后壁还佫一节了。今日，今日休困20分。